各位同学好，我们今天探讨这个第六章，叫第九讲，金融机构哦经营这个策略。当然呢，这一章的最主要的重点在给同学分享，外在环境一直在改变，所以你内在的经营条件也必须随时去应用跟改变。当然，各位同学可以了解，活化金融业可以带动经济成长的潜能。 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，所以金融业的最重要的使命，就是在带动产业的这个成长，协助啊这个就业的这个哈增加，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使命。所以关于这个本讲的重点有两个，第一个呢，了解啊这个台湾啊这个金融机构这个行销的规划，啊了解金融机构的规划。第二个呢。 了解金融机构的行销的策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依稀给同学做一个分享，有关于这个金融机构这个行销规划的。当然，各位同学可以了解，其实任何一个产业，同学要记住，有它核心的价值跟核心的能力。金融机构的核心价值是在文化跟人才的生根。 啊，人才是银行的资产，啊，不是它的成本。还有每一个企业有它的文化，这个文化可以看出它的品味，所以它的核心价值是说人才与企业文化的生根。第二个呢，核心的能力，这个核心的能力呢，就指它的啊这个经营的策略跟获利能力。 获利能因为银行也要永续的经营，所以说这个行销的规划是要给同学了解说，在未来整个大环境的改变之下，当然各位同学可以了解哦，现在都是这个自由化、全球化，每一家银行都非常的竞争，所以每一家银行呢都必须知道了解你的客户在什么地方，哎，就是说 n o Your a e c u s t o m e 这个 KYC。 然后在道德的规范之下，来拟定我们的行销策略，来提升我们的经营绩效，来创造我们的经营的一个哈竞争力。那么有关这个行销规划当中有四个主题要跟同学来共同分享。第一个主题呢，我们就是只说现在现况与未来的这个分析。 这个现况为了分析是给高小姐了解说，站在总体的这个环境啊，总体的环境，我们必须了解说整个行销哪些改变，也就是我们可以从客户的变化、产业的变化、景气的变化、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当中，我们来找出我们银行的优势在什么地方，我们的缺点在什么地方，我们的机会在什么地方。 我们的挑战在什么地方？也就是说，现况跟未来分析当中，最主要是利用我们企业管理上所讲的 SWOT 啊，SWOT 了解我们的优势、我们的劣势、我们的机会、我们的挑战。我想这个 SWOT 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对每个同学来讲都非常重要。每一个人也必须了解你有哪些优点。 你有哪些缺点？你的机会在什么地方？你的挑战在什么地方？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用心的去思考这个方面，如此的你才有办法找到你的方向。你有方向，有希望，才会激发起你奋斗的动力。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现在人都迷失你的这个哈现况。 跟为了这个了解，因为你不了解这 SWOT，那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。然后呢，透过这个 SWOT 分析呢，我们进一步就可以了解、确认我们的经营的目标。那么这个经营目标当中呢，当然各位同学最主要是了解啊，我们的客户在什么地方。那么提供我们贡献的客户，就是说高净值的客户。 有价值的客户、有向心力的客户在什么地方？也就是刚才所讲的 KYC。任何一个行业都要了解你的客户在什么地方，因为现在市场很竞争，每一家银行有它的产品，市场有它的七个，有它的差异。那么你的竞争，你的产品在跟人家竞争中有什么优势？你在市场的地位啊等等，你才有办法拟定你的。 短、中、长期的一个目标，啊，如果说你要追求短期的存款成长，有存款成长的策略；你要追求长期的这个成长，长期的策略。所以，短、中、长当中呢，各有它不同的策略，来达到你的不同的短、中、长的目标。所以，这个经营的目标我们一定要确立，因为现在环境非常非常的竞争。 啊，任何一个行业，我们都必须先把目标确定。刚才给各位同学报告了，有目标，你就有方向，你就有希望，你才有办法激发你奋斗的一个动能。哦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所以现在人因为没有目标，就没有方向、啊，而没有方向，就很容易有被外在环境所诱惑或迷惑。 即使会诱惑迷惑，我们都是一些妖魔鬼怪，哦，所以同学都很谨慎，尤其现在这个社会诱惑非常的多，因为你没有目标，因为你没有方向。然后呢，再来我们再进一步探讨，说我一般七个市场，这个七个市场呢，最主要是给各位同学说，因为银行它的规模各方面都非常有限，所以我们必须也针对我们银行的属性特性。 那么我们来找出我们的定位，我们可以按照客户群，啊，按照地方来七个，按照心理因素来七个，因为现在物质水准提升了，有些有虚荣心呢，哦，现在金金融卡，还有信用卡，你看有各种不同的卡别，哦，享受哦，一般所讲荣誉也不一样，还有一般机构的七个，还有效用的七个等等。 也就是说，在这么多的这个啊竞争者当中呢，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市场，如此才有办法将我们有限的资源落实到有价值的客户、有价值的地方、有价值的这个产业、有价值的这个机构。所以，市场七个也核心的思维就是说，希望将银行有限的资源来创造最大的一个效益。哦，它的。 目标是在这个地方。那么再来，我们讲说设计行销的策略。当然，各位同学，其实一个银行在设计行销策略当中呢，我们要先了解我们的产品、我们的顾客、我们的通路在什么地方。其实要成就一家银行，当然除了产品、客户、通路，最重要是我们的服务。好，我们的服务。 但是呢，在这样的一个策略拟定当中呢，我们的关键关键就是说要来满足客户的需求，创造客户的欲望，来确保我们的竞争的优势，好，竞争的优势。好，我们先暂停一下。 所以各位同学，我们可以了解说，这个行销的策略，最主要是透过我们 s w 的 t 就是我们的优势、我们的劣势、我们的机会、我们的挑战，来拟定我们的一些行销的策略、营运的策略跟方针。所以这个方针的核心思想呢，就是说如果透过我们产品啊的开发。 通路的扩展，来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，来创造客户的欲望，来确保我们的竞争的优势。因为银行也必须永续的经营，银行也必须要获利的一个资做基础，才有办法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。所以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有。 我坦白讲，一个产业的盛衰，不是这个产业的问题，而是它连带的会影响很多人的就业机会。所以常常给各位同学一个概念：，我们今天从事任何的学习跟准备，就是要找到未来好的就业的机会。所以就业机会是政府它必须啊去扮演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角色。我们的失业。 应该是政府的责任啊，所以说政府的这个施政者，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啊鞭策的这样的一个信念。如果人民有失业的话，其罪其过是在政府的无能，所以这一点我们都必须要这样去理解。啊，一个公司如果经营失败的，当然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你的失败不是你的。 啊，存暖，而是会影响到很多啊，因你的失败而没有办法找到工作的机会，所以每人都要这种信念，啊，都要有这种信念，有这样的使命，我们才有办法善尽我们的责任，来好好发挥我们应该尽的一个义务。那么，这是给各位同学了解说，行销规划以核心思想，就要找到你的赢的地方。 赢的策略，赢的方针，也就赢的方向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先了解你的现在、未来的一个状况，从而你才有办法找到你的目标，然后用你有限的资源来提供最有效这个市场。所以，要七个啊，这些都有赖于我们行销策略的一个规划。好，那么在我们讲第二个观念。 金融机构行销的策略，啊，行销这个策略，这个行销的策略最主要是说，我们将有限的资源，啊，最最有效的这个组合，来达到我们的经营的这个目标，啊，经营的目标。所以各位同学，我们可以了解说，在传统的这个金融机构，我相信各位同学我们都可以了解说，银行所提供的产品大概只有两种，啊，存款性的产品。 跟啊这个抵押啊贷款的一个商品，也就一般所讲融资性这个商品的。但是随着大环境这个改变呢，这种透过存放款利率的一个差额来谋取利润的经营的方式，已经随着存放利率也差距的缩小，面临的挑战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未来整个经营环境。 我想都要去改变，但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的基本的信念，我们都不能有所偏废，啊，也就是說它基本的信这个信仰绝对不能动摇。那么有关于这方面呢，我们来给同学做有几个观念的分享。第一个基本的理念，啊，因为我们做从事任何一个行业，不管是过去，不管是现在或未来。 我讲的任何一个行业的基本信念绝对不能忘，因为营养提供的各位同学可以了解它的产品、它的服务、它的顾客、它的通路，这些呢就是要兑现实现它的基本理念。第一个，要以顾客为导向，好，以顾客为导向，这个我相信在目前这个社会上非常的重要，尤其像各位同学，我们最近在报章杂志。 哦，有关于食安全当中的，因为现在太多太多的化学的因因素，都掺杂在不当的一个使用上，造成我们食的安全都发生一个问题，因为他没有站在客户的立场，哦，他只站在个人的立场想赚一点钱，所以常常给各位同学讲说，现在这个社会充满的谋财害命，确实是千真万确的。 所以这些人呢，在现世虽然赚到很多钱，但是呢，当他往生的时候，一定无间地狱伺候。这个不是危言耸听，因为你以客户之名行伤害之事，那个罪真的非常的重，真的要以顾客为导向。你说当老师要以学生为导向，啊，尤其现在老师的有太多太多的为了自己。 忘掉他的职责是要教化我们的学生，使他具备未来工作能力，但现在都没有了，真的，我们真的非常的难过。可以变成这样的沉沦，这样的堕落？这个过是谁要承担？我想天地间自有因果的事后跟清算。第二个呢，哦，当然要确保合理的利润。 因为银行也不是福利的单位，它也必须要生存。第三个很重要，都是要善尽社会的责任。我想，如果说你有社会的这个责任，你做什么事情会比较节制一点，不会过分，不会超过。但现在很多真的都超过。你说房地产这么贵，真的是用银行的力量操作。 会借钱的人永远很会借，坦白讲，没有勾结怎么能借这么多？才炒作，所以很多的方针都错误的，害得一些辛苦者想拥有一点点的居住之地，难如登天关键就是在那些不当的借贷的行为，因为他没有善尽社会的责任。你赚尽全天下的财富，到最后你必须承担。 千千万万年的无间地狱的时候，到底是哪一个聪明？大家真的要慎思的。你有社会责任的一个慎思，你做事就不会过分，不会超过；做官呢就不会贪污，做老师呢就不会误人子弟。在第四个繁荣国民经济，因为刚才已经讲过的，银行业我们要活化我们的金融业，来带动经济成长的动能。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。真的，年轻人毕业找不到工作是政府的罪过，是那些观念的耻辱。你国家怎么领导？没有借口，你的借口只有反省，只有他认，交给有能力的人，就只有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但现在人都没有反思，对不对？用很多谈谎理由做借口。 真是罪过，真的罪过。这基本的做法，因为现在各位同学，你有了这个理念，你基本做到第一个多媒体的应用。我们要把这个服务业提升到科技业，因为现在真的科技已经太进步、太方便了，所以我们应该利用它有利的一个科技来创造有价值的服务。 所以多媒体应用，第二个，它的这个通路的扩大，因为坦白讲，好东西的要分享，哦，通路要怎么去扩大？第三个，商品跟客户的契合，这最主要说，因为大家都富裕的，大家都有一点钱的，所以很多人很想他有特殊的感觉，有特殊的需求所以银行呢？ 必须在客户的属性、商品的属性来加以做必要的取改，啊、哦，来满足各个不同层次的需求，因为众生嘛，众生的欲望是无量无边的啦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银行也必须扮演这样的角色，因为银行可以创造这个社会的风气，所以银行的角色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。 非常的重要，这是它基本的说法。这个做法最主要说，将服务业提升为科技化的目标，也就是利用这个科技来使我们服务更精致、更有价值。哦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。好，因为时间跟关系，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。 那么再给各位同学进一步探讨，说有关这个行销的这个组合，这个行销的组合呢，当然是给各位同学一个了解，说你要把这个好的产品怎样来分享大家，有很多不同的做法。当然站在银行呢，有关这个行销方面，我们这边简单给各位同学提出有十批，我是刚好前面都有一个批。 当然，今天的这个观念大家都很清楚。关键说，面对这些，我们用怎么的态度去面对？因为过去给同学报告的，我们在传统的时候很单纯，产品只有两种存款商品跟放款商品，其他应该都很少。但现在存款商品、放款商品呢，也一般融资商品已经不够了，因为存放款差距、利率差距太小，所以现在我们都。 找多人在投资的商品，所以现在金融商品呢，琳琅满目，我们都必须要再去区别，不是每个产品你可以接受的，可以买的。所以有关这十批当中，我们依稀给各位同学做一个分享。第一个产品，这个产品呢，当然最重要的也是银行，哦，它业务上的一个主流的一个商品，也就是它经营的标的。 那么，这个金融商品当中，我们要给同学了解为什么要创新？因为不同的商品内涵代表着不同的力量，不过，这里面要给同学了解，我们话不要讲太多。今天有一句话，同学一定要记住：任何金融商品的设计，都是在算计你口袋中的钱。所以，这个商品有没有对客户有价值？对客户有没有方便？ 尤其对客户有没有后遗症？这个商品对后代子孙有没有好影响？我想这很重要，但现在没有。现在这种商品都追求多样化啦，哦，多样化、差别化，还有这个融，呃，一般所讲的配合化。什么叫配合？就一种科目、一种产品、一种存款扮演多角色，像综合存款。 有存款功能、储蓄功能、借款功能等等，但是有一个很遗憾的事情，很多商品的设计是说好卖、好赚，他没有考虑到客户的价值跟风险。当然，任何利润都隐藏的很多的陷阱在里面。我到现在高喊着公平正义，坦白讲，隐藏着很多的自私自利的罪恶在里面。 所以现在的话可以听啊，毒药都可以喝的，因为现在人呢都不想上天堂，都想上无间地狱，对不对？很麻烦。所以我们今天当老师的要告诉你，任何金融商品设计都是在看中你口袋中的钱，你要注意。好，就像啊黄金；不好，就像壁纸，都有风险的，不是没有，要自己评估，因为这是一个社会。 你要懂得风险在什么地方，你才进入去买，不要人家讲什么就信什么，对不对？自己要有那种辨别能力、深思的能力。所以现在人的思维真的非常的脆弱，人家讲什么就信什么，很奇怪。为什么？因为想多赚一点钱。那、啊、如果现在这么简单，各位同学，现在的专家、学者这么多，对不对？天底下没有两个字：平跟穷，为什么？ 因为这些教我们赚钱就好了，到银行借钱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还赚赚不了钱，都骗人的啦，真的啦，小心啦、啊！你准备多少，你就能够得多少。况且有些是累积的因果所显现，今生的一切的果报，不是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但是老实、诚实、听话、脚踏实地，一定对的啦。第二个定价。 这个定价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说，你这个产品有没有价值，客户有没有满意，不是说你爱怎么定价，你不管你什么优惠的、啊、折扣的啊,啊，那都是骗人的噱头啦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人真的很不老实，对不对，看客户可期，价格弄得很高，对不对？啊，什么东西？所以而且现在有钱人都该死，因为他买价钱越高的。 结果的品质是越烂的，所以越有钱的死的越快，因为他有是钱、啊，而有些生意人就掌握你这个弱点，定价是很不合理。哎，各位同学，是因为你不了解这个阴间的事情了。临界的是很公正的，你价格不能乱定啊！你一块钱赚他卖他三块是合理，应该还可以容忍。你一块钱卖他五块六块，甚至于这个连一块钱成本都不到，你卖他一百块，对不对？ 啊，标榜的是天然的，卖的都是人工的，那个罪很重，真的非常重，真的不要乱定价真的，你客户的满意度为何？对不对？你这个商品的价值多少没有错的，主导权就是你的，因为你财大势大嘛，所以无间地狱你一定要去承担，你要怪谁？对不对？第三个通路，哦，现在通路很麻烦，你说像现在这个营养通路还有受限。 你现在什么很多便利商品，通学卖的都是毒，所以现在真的，我活到现在，真的啦。我就矿泉水买，其他什么那个我都从来不。你想嘛，你只要泡一个白那个茶就好了，两天就有白污点出现了啦。你那个没有给你放一些化学东西，有放了这么久，那没有防腐剂，难怪我们的健保支撑不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家都早死啊，对不对？ 是不是这样方便呢、啊？你方便就要找死啊！哎、欸，真的，我们是良心，哪一个我愿意讲这种话？所以厂商要有良心呐、啊，大家都有子女了，现在一个月才赚多少钱？光吃药就不够的了啦，真的啦，你健保再怎么涨都没有用的。关键是说，你这些厂商，你卖的商品不要放这么多的赌了，对不对？真的要有良心的了。而且现在通路很方便，真的。 真的非常那个官商在勾结完蛋了，我没有说官商一定勾结，但是现在通路很可怕，真的因为科技太发达了，所以没有带给我们方便，带给我们伤害，这现实报，对对，没办法。再来第四个促销哦，现在广告更严重，真的你没有这种专业啊，凭着你会唱歌，你就可以卖卖东西的、啊，拿什么健康食品？ 对对，没有健康食品。如果说你的生命可以靠健康食品，我告诉你呢，因果就没有了啦。健康的生来自于你内心的善良，工作要脚踏实地，对不对？现在没有啊，换一个头，换一个位置，换一个头脑，对不对？不会成就公司的未来，只会伤害员工的未来。就现在这种社会，而且像这个一般促销很严重，非常严重。 再来信力，信力就人的信用了。你看我们五常哦，仁义礼智信，要成为道德人，要仁，要义，要礼，要信。信是最后一个道德的。我现在人讲话都不算话，真的非常严重。有利用价值的哦，都讲得很好；没有利用的就忘了。现在人真的哦，在自找苦吃啊，自作自受的怪谁？对不对？人脸 银行是以人为资产，任何公司都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智能专业的训练、体能、效率的训练，还有情绪。所以现在情绪都很不好，所以人一定要把它当做资产，不要把它当做成本。还有硬体服务要有科技化的精神，科技要提供我们来怎么样便利大家的服务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利用这硬体的设备。 啊，硬件、硬体的设备啊，飞机票，还有流程，流程最主要是制衡的作用啦，但是你的流程不要给客户等得太久啊，为了你的制衡，为了你的签字啊，给客户耐久等没有意义嘛，要适可而止啊，当然不能说给客户方便啊，造成舞弊的机会也不可以啊，那你之间，你的专业、你的经验，你有没有智慧，对不对？再来第九个。 市场的定位，市场的定位说你这家银行啊的特色品味，的客户心目中的地位和最后分行的绩点，银行设计绩点啊，看银行的属性啦、啊、定位啦、啊、外内部的家异等等，只要你掌握这十批，你就会站在赢的一方。啊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分享到此，好，谢谢各位。